上。这一群孩子非常可爱。在我们节目表上面有介绍，这一群孩子是玄宫校委管乐团的附设少年管乐团。这个乐团哈，成立是在去年八月份才成立。那这一群孩子在没有进来这个乐团以前啊，他们都没有曾经有过管乐吹奏的基础。那短短的一年的时间啊，让一群这么小的小朋友到我们志德堂来吹奏，我想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让这群孩子们，让他们感觉一下啊，在这么小的年龄他们曾经有过这么样一个经验，到志德堂来吹奏管乐啊，我们用一点掌声给他们点鼓励，谢谢。这个少年管乐团哈，他这个成立啊，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心里面啊很感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乐团啊成立到现在，他的指导老师都是大部分都是玄宫校外管乐队里面的团员。那这个乐团因为人数非常少，那校外管乐团的这些团员呢又非常的热心啊，他们对音乐本身就很热爱，然后有这么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呢就把他们全部的精力啊大部分都奉献在他们身上。那结果呢，我刚才啊这个有问过这个少年管乐团的这个承办的这个学长哈，这个校友哈，林庸孙林先生，我说你们这一年来这个情况怎么样啊，他说这个实在是啊经营不善啊，到现在为止还在亏损状态。所以说我是感觉到玄宫这一群可爱的校友啊，他们真的是为一份音乐的工作啊在那个地方默默的在做啊，他们这样子做，我相信也提供给我们高雄市市民家长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啊，除了我们可以学习钢琴、学习声乐、学习弦乐器以外，也有一个地方可以学管乐，而且有一群团体可以来做管乐的合奏。那这里面很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孩子的家长每个礼拜这样子把他们送到玄宫去练习啊，这些家长也值得我们敬佩啊，对我们这个净化整个社会的风气啊，我想一定有很大的帮助。那今天晚上少年管乐团负责跟我们做指挥的是从东吴大学音乐系啊主修小喇叭的张永佑张老师，他现在目前是在屏东，他每个礼拜为了指导这个乐团必须来回两边跑，从屏东到高雄来，这个热忱啊非常感人啊。接下来我们就以掌声啊来欢迎张老师给我们做这一场的指挥，谢谢。
叫颜瑞宇，我叫林长雪，我叫张小伯，我们吹的是。好，来。我叫颜瑞宇。叫李昌旭，我叫张小伯，我们吹的是最帅最酷的萨克斯风。我们要演奏的是第二首曲子是《快乐乐颂》。我叫林正生，我叫郑金田，我叫邓亮元。你呢？我是接你后面的啦。我们吹的乐器是小喇叭。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潘博豪，我吹的乐器是像瓜牛的法国号。我叫郭丹安，
我叫林香依。我叫方明杰。我叫郭一涵。我叫杨登慧。我们是打击组，我们要演奏的是樱桃小丸子。
Thank you.